TVB 神周刊封面女郎哦，来看我表现喽 ，Go！像林恩这么漂亮的女生哦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她，所以想请林恩谈一谈，说什么样的男生比较吸引她？第一应该是要成熟稳重 ，OK， 然后再来，经济能力要稳定，需不需要很俊美？这不用，讨喜就好 ，OK， 因为有些长得帅的不见得讨喜。TVBS 周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